可以回去慢慢慢慢欣赏。这个我们基金会送给您的。刚不讲，刚不讲，刚不讲。讲这样赚到了，回去可以赚到了，可以观赏。你在烦的时候，一看他，听听他的歌哈，你就没有烦恼。我给你保证，一天二十小时听了。我给局长保证，你不会有烦恼啊，不会有烦恼。常务长，谢谢真的，你不要烦，不要有烦恼。局长你好，我叫常务长，大哥，大哥，对，常务比较常看到，是三哥，这是大哥。好，欢迎常务长，是，我一直在高雄，来了40年了。这样啊，局长，这个是他是记者前辈哈。因为高雄县跟市合并起来，他其实作品把它当作，这其实不是原来。我们创造一个字，创造叫都哈。对啊，因为县市合并都。对啊，我们要变成一个都嘛，所以把这两个字合并就变成都。成局造字，是仓颉造字，鬼神气。没有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对，造字对。创作跟我们写歌一样，要创作。没有错啊。他刚好县把哪一半跟市把合并起来。对，他升格变都了。对啊，约定俗成。这是地区的政治面貌。旁边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他的签名啊，对，很有意思，有意思，真的，谢谢你，观光顾问，今年过了，兄弟，北部天气又不好，对啊，我等下去一趟，要不要去？冬的期间是最好的。对，我们现在第一个，我们的地理环境在爱尔根港湾办这活动，地理；第二个，我们天气，我们气候非常好。